再来关心国际上内战的国家，先来看东非的苏丹，内战已经三个月啊，局势是乱糟糟，规个国家已经强要变成战区。在首都附近顶礼拜六，佫发生空袭，造成22人死亡，大部分拢是无辜的老百姓。另外一个内战的国家是咱的友邦海地，主要是帮派的乱。即马当地百姓已经挡袂住啊，是用私刑加200多的黑道拍死。建筑物内底拢是遗体，亲友伫边啊一直哭。东非苏丹的世面愈来愈乱，首都喀土穆附近的恩图曼七八个拄着空袭，地数至少22人死亡，几人受伤，死者未少是百姓，甚至有一支火啊十个人拢被大炮崩死。战役的景象，呼吸的人嘛真唔甘。暗过烧钱的政府军甲 RSF 快速支援部队，拢无先前发动攻击。不过，到底同一天，政府军在社交媒体讲，开始20个叛军，搁一直在庆祝。苏丹的内乱已经三个月啊，卫生部统计，四月到即马已经超过1100人死亡。不过，另外数据显示，死亡的人数超过3000人。联合国警告，天气空袭，国经过苏丹的战争已经扩大到北部和东南部地区，面临全面的内战。在高镇区，性暴力抢劫以及针对种族的杀害事件是更加多。同款因为内乱受苦的一个咱国友邦海地因为帮派真多，社会不安也已经真久啊。不过政府一直无得解决，礼拜几落千人搁再行上首都太祖港的街路示威。一个部分民众组织治安团体对抗恶毒，到现在已经对200多帮派分子用死刑。Since April, BNU has documented the killing of at least 264 alleged gang members by vigilante groups. 按国联合国是烦恼民众用暴力相对抗，恐惊市民会愈歹，呼吁国际社会协助海地政府安定局势。不过，为去年十月联合国提出各国组成国际部队的想法了后，到即马也无实质的进展。公司新闻，台湾林斌毅。